也跟他的武将有关系啊，这边都他的全部。兵，你铁兵可以运啦。基本上，五千已经算很少，都是五千、三千的。我们已经把所有可以用的兵都榨干了，已经榨到很多了。那永安当然可以在运河用，真的很远哦。上庸本来就不好救，上庸在一个很孤立的地方。其实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兵榨干了。哦，我这北伐痛苦啊，所以前一次真的跟司马懿哦，可以灭他三万人，那真的算运气蛮好的。姜维单挑是运气，开头运气太好，不然直接打，哇，打不赢啊，直接被打爆。城池爆一半了，可是我们也快不行了。对啊，又司马懿又出来了。真的难，真的难。我跟你讲，兵器贴到城池应该就稳了，还是蛮难的，还是蛮难的。好的，我可以确定了，这个打不赢。我说我现在这样打不赢啦，如果我重新规划，可能有一些地方细节可以再想办法把它做更好。我说的是现在这个军团的样子是打不赢的。好，现在这个9500，还有底下这个真的打不赢，这个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在线600多人，在线600多人，看丞相跟刘裕崩溃。诸葛亮想说：“我一世英名被刘裕你带掉了。你”哦，明明上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开局送长安，送你一个这么好的开局。哎，对啊，我还想再骂一次第二军团。安定在干嘛？安定还没拿下来哦。如果他拿个安定，多做个内政，升个兵，你至少多一个据点嘛，还可以升个兵什么的嘛。哦，电脑打一年打不下安定。哦，然后这个洛阳应该是没救了，我按进行把它结束吧，我们就结束在这个崩溃的一趴吧。哦，目前这个进度很难啦，可能要回到很多个回合之前去把前面的细节做好，这边大概打不了，而且我们的战法后来也都没有出来。哦，真的要靠单挑，靠战法哟。马岱跟苏林没有拿安定。好，那还再说一下，这个《三国志14》现在在Steam上还有特价。我现在玩的这个新剧本是2月25号才会做更新的，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剧本好有挑战性哦，或者觉得说，哎，我有一玩的不好，你想要自己挑战看看，想要自己来尝试看看，说，哎，到底玩起来有这么困难吗？我来试试看顶级难度。这个越过秋风剧本，那你到时候可以在《三国志四》Steam上更新的时候可以玩到，哇，真的是灭了一干二净。好，一起灭，一起灭，一起灭。上庸也被攻陷，洛阳也打不下来，丞相崩溃，想说我送你一个这么好的开局哦，我们这个幻想线开局是很漂亮的哦，被我玩成穷途末路啊。又玩的穷途末路了，丞相在天之灵，请原谅我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也谢谢今天聊天室观众们的包容，包容我这个哦后土北伐，留后土北伐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战略魔术师，这还是我战略魔术师，留后土北伐，把自己的兵都变不见了。哦，就问你骑不骑？好了，今天大概到这边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难度的其他剧本。我不相信，我不信邪。哦，开头打得很谨慎，我开头打很慢，就是想说打这个，我慢慢打，一步一步往前。开头其实有打下函谷关啊，那后来我想要冲一点啦，而且，哦，我们这个兵马也养不起来了，想说冲动一下。果然打顶级难度你是很需要，哦，我开头就玩得很慢嘛，真的要谨慎一点点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好的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之后还会再开《三国志十四》啊，应该还会再开。哦，我自己要血洗一下，今天真的是没有打出成果啊，被怕失败，那就下次见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就问你骑不骑？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
二月份年购终于进到四月份。其实跟上次的三月份到底新英国基本上得到的量还是非常少，所以新英国二基本上不太够新英国的量。那但是我也思考一阵子投票的这个运作方式，希望做一些改善，所以我也开了一个这个新的募集式的投票方式让大家填一下。那也是要去提醒，就是四季国的观众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希望看或者是打算要退战的话，务必要考虑加入赞助的行列，让四季帝国这个节目的得票可以稍微再高一些。那四季帝国目前预计会播出四集，都是用这个自由应用的节目去做播出的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我的赞助者并没有其他的要求。这个价格非常不错，因为预计要打这个天梯上的司机里第一对战，那我把部落海分掉，因为这是海战，事实上整个所有的海战我只有海战，那就等于大部分的水的地图都不在。那现在目前天梯上也没有岛屿 ，EVE 没有岛屿，所以也可以省掉一个编图的选项去编它。那我看了一下我自己之前，在还没有排名的状态下打了五场，是很胜的状态。那之后会开始对到1300、1400的选手，他们理论上1300、1400的玩家在黑暗时代的早期经营上很不容易突破，对。这个自由应用的节目来做游戏推广，然后我是要去做一下，再问一下。在电视里面有需求，但是就开之后可以看到这个页面的杂多，我是负担得起。去招募市场赞助，每个月会自动扣钱。对应金额的美金，所以实际上可以看这个金额是涨的。四季帝国目前正在进行天梯的这个实际节目的募集，这个募集目标是180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凑到总共的这个投票的点数，使我们临时的防御点数能够凑到180票，之后应该就是可以每个月玩新币。那四季帝国目前为止的得票普遍一个月在40票左右，低于100票我会直接放弃列，基本上竞技列也是有效的。我也不能说这样子是，就是说观众看了但是看节目但是不愿意赞助支持，是必须说普遍国内的这个游戏实况的生态并不好。倾向上大家的想法会觉得说，这是打什么？就是想说去看街头艺人表演一样，要去做这个对应的，像是有点食神这样。但是实际上，我觉得如果你希望把这个职业正当化的话，务必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还是做一个正常的这个雇佣关系。大家希望我看我玩什么节目，然后觉得希望我分析什么样的东西，那这一类我几乎有的工作时间，那大家也可以在这样子一来一往的情况下，我就是应该不太会去看到有其他的行业想要我的工作时间，反而要补给，然后整间店靠几个大佬，他吃一碗卤肉饭给老板20000块，然后剩下的人要吃卤肉。就是不可以，所以这样子的生态，你说有一些爸妈看到自己的小孩在看电视，爸妈看到自己的小孩，我觉得你会很怪，因为普遍市场经营上的氛围就是这样。那我希望把游戏实况给政府的话，
先把基金组的时间啊，只有两种机会，一个是智和开局，一个是这个 MMA 接弓箭手。MMA 我几乎是备课接弓箭手的，我不太会走 MMA 接毛兵，所以看情况再决定吧，就再看需不需要调整，或是学一下这个 EO 的调整，不然实际上装甲部我基本上都是懂的。如果有本身是 CDD 的爱好者，那你自己玩起来觉得很爽，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自己的选组经验，去介绍一下 EO 的。前提是 CDD 国真的能够稳定的是节目，我们如果CDD 国没有办法有后续的这个一百票的话，基本上他很快就会步入战争雷霆的战场。我投入了太多的时间 ，CDD 国至少200小时以上的准备时间吧。如果包含这个，包含瞭望台的准备，可是却没有办法让他稳定的成为频道的一个台柱的话，基本上这个投入是太不划算。我会慢慢倾向就是竞技游戏都不碰，因为竞技游戏相对花的时间多，然后知识点丰富比较深，没错。但是如果得到的回馈太少的话呢，我去研究这样的游戏，不如就给大家看看 RPG 带带剧情就好了。执行一款 RPG 的节目大概40到60小时就可以搞定了，那你随便一个竞技游戏起手就是200小时下去，这还得一些没挑战钢铁各种亏本经营。现在分数几分啊？现在分数1200，我觉得1200应该游刃有余啊，就打到1400、1500应该才会比较开始有苦手的状况，可是也要看情况，因为每个人的积分其实不能说准。到高手段开始，真的你80%的文明都用的游刃有余的时候，那个积分会开始慢慢倾向稳定的精准。因为在你文明熟悉度不足的情况下，还在学习成长阶段的所有的积分，你挑一个优势文明让自己起手润滑的话，你的积分会碰红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通常不推荐大家玩法兰克，不推荐玩匈奴，不推荐玩任何的美洲文明。主要就是觉得说，你新手其实起手的时候走拜占庭，或是走一些非经济强势文明，不要走一些特殊开局。你走一些越中庸越好，它有自己的特色，可是文明本身是比较中性的，你到时候再转接别的文明的学习会比较快。那你要是选的越强势的文明，你玩到后来的时候，你积分碰轰的倾向会越严重，就是虽然你1700分，可是那是因为你每场都用中国，那你把中国学好了没错，可是你每场都用中国，你就相对来讲，你对其他人你有文明的优势，那就自然积分容易就高上。那并不表示你对到一个1700分，全部的文明都会玩的越大。马来速度很快，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开装甲布，开装甲布有可能被表，开斥候应该比较稳。战争迷雾来，有点累。
差点悲剧。应该是打猎慢了。至今，我觉得我们再近一点。Salutamo, giusto. Ordini. Sì, taglia legna, muratore.